杨子的社交圈好广，大波奇娱乐界欢迎大家订阅点赞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。微博之夜盛典上感受到了小猴子的社交圈，舞台下杨幂、刘诗诗都坐到了杨子的跟前，他们聊得好开心啊，而且活动结束之后还看到他们三个在后台聊天，又是飞吻又是聊天啥的，真的很喜欢这种美女们之间最纯粹的友谊。杨子性格好，人缘好，就招人亲近啊。欢迎在大波奇娱乐界下方点赞留言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，咱们下期再见。